是大家都相当好奇的一项运动。大环，光这个器材就得从国外定制，相当不容易呢。在一群人的努力下，台湾人荣幸可以欣赏到这个演出。我以前就是只是我就是要帅啊，就是要玩得很棒、很出色这样子。那个心态反而是让我持续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啊。正常抓环是这样子扣着嘛，然后它其实快到接近到地面的时候，刚开始一定不知道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啪啪啪，然后手指就几乎全部直掉那个状态。那个就是要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才有办法知道哎什么时候要快放，什么时候快收。虽然才练习三年，但杨世豪却比别人花上更多的时间与毅力去学习。也看现在跟大环相处的融洽，当初可说是吃足苦头呢。有一个是反面的铜臂转，因为你人是要朝天上看的，你等于你后面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在干嘛。结果我一头往上看的时候，手指没有放到，因为我想说还没到，但是手已经一圈过去了，棒，整个人身体这样摔下来，我就瘫在那边一个小时。不断的练习与演出，就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。他更希望透过演出，让更多人认识这项表演。凭着一股热忱与雀跃的心情，他将来到非常赞的舞台，跟我们分享这大环的震撼演出。那听说这一位呢，当然我要说，他是一位从街头艺人的文化开始发挥到现在。那么他在网络上面啊，已经超过2500万人次的点阅率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呢是专长这个大环，哇！一起来欢迎他哦！掌声鼓励！哇哦，好棒，太强了！
好看了，真的不是好看，好看的不得了。观众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他可以说哦，就好看，拍拍手就走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主持人，我们哦就好看，是谁完了？怎么可能就好看？这样不行啊！要站，我们每个人要想出我们刚刚对那时候镜像里面啊，对，怎么形容一下？谁先讲啊？我先，不要再讲了。为什么会抢？为什么会抢起来了？不是，因为他怕说到后面没得讲啊，被讲光，被讲掉。对啊，因为形容词也没有多少嘛。对对对，哪一位先？哎呦，那就我先好了。刚才看我，又是你，那只好我先好了。来啊，讲讲的好不好？我看他表演，我觉得这个大环啊，仿佛得到了生命一样。哎呦，有些时候呢，在控制大环，有些时候又跟大环融合一为一体。哎呀，讲得好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鼓励一下，感觉好像生命要有目标啊，要往前冲啊！哇，你刚刚形容真的连我都形容不出来，麻烦再来一次。你们抄飞哥的形容词啊？不是抄，他刚刚讲的很棒。因为飞哥常常讲这个环生环怎么样？环生命力，感觉好像有生命力。哎呀，就光这一句话就达阵，真的鼓励一下。对对对，嚯！一直在想着。我这个东西要怎么让它复活？哇！然后跟着我，有我的灵魂这样艺术，哎呦，还有他的灵魂，哇！这个已经是你看，你把我们讲又讲完了，不要太多啊！那你们还我看的观点就不一样。哎呦，不止绿玉美的展现，哎，我看得出来跟这个大好像在谈恋爱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哎呦，谈恋爱，情感非常哦，就是人蛇大恋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有恋爱的感觉，所以它并不是你自己的灵魂在里面。你刚才在跳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女舞者跟你在一起跳舞，这是一个双人的芭蕾，两个人们转出爱的火花。哦，还没有到位，但是意识到，应该说到了。我突然发现钢铁也有情感。是啊，哎，好棒的一句话，硬邦邦的、冷若冰霜的，居然是对的。有情感，哪里来？我这是抱歉他的 ID。这个我看陈文茜都没办法形容到这么。哎呦，飞哥，真见血。他非常的孝顺呢，今天来这个上这个节目，还特别请了他的阿嬷来。哎呦，那我们要看看一个80岁的人怎么玩法。不行，阿嬷没有，阿嬷没有要的老师，阿嬷抚养他。其实是开玩笑。阿嬷含辛茹苦的，是是，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，哇，孙子卡在张飞的边啊，以前看那个飞哥那个龙兄虎弟，哇，真的，我小时候也在旁边看，哎呀，九爷，我真的终于上飞哥的节目了。但是阿嬷伊的表演较好，我们今嘛无阿多帮伊耍，因为听讲伊要有其他的绝技，那不行。你今天我知道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招嘛，对，你再来一个简单的也好，好不好？再吓一跳。那我就出一个我封箱很久一段时间的帽子表演，他在瑞士有赢过全世界第6名。哎呦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哦，王世豪。最后一个还后空翻呢，我看完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刚刚那个环呐，那个是硬功夫，哎，那个很厉害，这才是软功夫。这个光刚刚那个动作，让上帽子，那个对，好厉害，好帅，好像有装，然后装了橡皮筋的帽子，自己弹回来，好像拉出去一放，砰砰砰，自己回来。哎呦，哎，教，哎，要教一下，对，教一下，可以试试看啊，待会。要过来的时候，手轻轻放掉，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自己上去了，对，他就会自己上去了。原来是自动跨哦，跨哦，只干一次而已哦，一点就通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磕谁一百？看到磕谁？哎呀！差一点，有，哎呀，就差头有距，飞哥自己都吓一跳，快成功了，手高一点，手高一点，有，手高一点，然后原来只有五分钟的练习而已啊，哎呦，哎呦，飞哥手高一点点，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头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来来来来，飞哥都差一点成功了，我跟你讲，哎。哈哈哈哈哈！头要先歪，头要先一点歪。哎，对对，哎，手高一点，手高一点。哎，轻一点点，轻一点。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哎呀，没那个样子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试试看。阿天他以前也玩过，嗯，你篮球也打过，他也玩过，有玩过，有玩过。好像浪水哦，好像四速列车 ，pose 很漂亮。阿飞啊，门口在那里啊。我来哦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轻轻放就好了。哦，轻轻放是诀窍。哎，有了，有哎，哎，就有进去了，有了。哎、厉害厉害，最接近最接近的人是他，太难了，这要练很强哎，哇，所以你不要看这种软功夫更难学，很难哎，哦，不简单，一直掉，要练要练心智的，真的非常不容易啊，我们掌声给我们啊，杨世豪，鼓励一下。